那自四月以来，建中接任这个会长的职务，那就一积极的筹办这一次的千禧数位的展览。虽然这一次在一二月份的时候在文化中心已经展开过一个展览，那在这一次的话，我们书会的会员会友那也是很积极的在把自己的作品一半的更新在展览这次展览。那这次展览呢，因为我们的委员会员大家素质非常的高，有将近六成是公职人员，那所以本身素质也很高，那另外也有专业的书法教育者，所以我们整个书法的品质、素质、质跟量都非常的兼具。那在我们黄宗义教授跟黄之王顾问律师啊、顾问一教师的那个指导之下，我们一直在蓬勃的发展。我们的展览，我们不会有别于一般的师承的书会，一看过去好像就只有老师的影子。那本会千禧书会，各个来自于各个层级这样的，虽然公教人员很多，也有专业的老师书法老师，但是我们的面貌各个都不同。老师指导老师黄宗义教授，他也不会说限定我们在从事哪一些项目、哪些题那个书体而已。所以我本身千禧书会各个字体面貌非常的丰富，不论是楷书、隶书、行草篆，连篆刻都有，甚至有水墨画。那这次展览中还有会员加入有油画作品，所以面貌绝对都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的书法绝对不是我们的，所以从此这个书法的面貌来到这里，你们会大家可以发现书法家的人生不是只有黑白，也不是被人家抹黑抹红篆刻类的我们已经有水墨画还有油画的，都非常风貌非常鲜彩鲜艳色彩的那个油画欢迎大家踊跃来参观。
嗯。